黑暗不是刑罚，这不抓野那算了吧，而是释放。拔步摇，编剧要不要？你瞅你打个字儿那费劲的样儿吧，你还打字儿呢，打字儿都费劲。全军出击！我将把这个世界化为灰烬。加入黑暗吧，我没有巧克力加薪。最终的夜幕触手可及。我错，中风戳你一刀，平 A 平 A 平 A 接戳一刀，接平 A 接平 A 接中风，杰斯那螳螂二级学个 W 要抓人啊，你咋那么狠呢？不是，我就纳闷了，那螳螂是怎么从这儿没了？你惧怕我？很好。跟你说没了没了的，一过来一扣耳链，平 A 一走，一过来戳一刀。哎呦哎呦，中风，哎呀这刀有点问题啊，无法敌黑暗。这杰斯不找我们打呀，为啥我才三级呀、啊？我怎么比他少一半儿啊？哎呀呀，戳错了！中风！哎，怎么学了个二级 W 呢？我吐了！啊！我一上来戳一刀，平 A 打破溜闪现，一扣耳链，接点烟一走，换了。给我抡死了一锤子，二级扣杀了。对呀、啊、那学错了呀，这咋整啊？这哎呦真的少学一级意义吧，那挺难受啊！刚才这个学 W， 这亚索学 W 是最难受的，它没有任何用处，你知道吧？猴学个 W， 这倒还能有点用。哎。一扣耳链平 A，
我是闪电 M 三，没升级，哎，让他一炮轰死了。你有点慌，你不用慌，兄弟，啊，你用不着慌。刚差一个兵升级，挺难受的，确实。看来这把并不是那么很好打啊，所以呢，我就少给你们解说解说啊，认真的玩一把，省着一会儿零杠十三。好菜，别着急，菜是因为我们攻速不够，你瞅着可能有点操作有点僵硬啊，菜是因为你我们攻速没太够，别急小伙子，马上会让你看见一个亚索的正常操作，一会儿记得把秀打在公屏上。补刀确实有点问题。不用你一直抠，小伙子。
我咋办啊？我往哪跑啊？我咋办啊？你不能光我点信号，我咋办呢？你接我一下子啊！吓死我了！多一级抠啥了？可不是吗？你说，是学错了吗？能不能帮赶开一波？能不能？为什么没有打野？赶开一波，是不是局面就打开了？也不帮赶开，你说？会扼杀灵脉。哦哟，打不着！别！这人家来了咋办啊？哎呀，我操！我可膈应死了。能行不？我都不敢出去，这怎么办啊？这也没人呢。那下路帮不起来就别帮，能不能帮我一波呀？怎么你说你这是去下路就一直劣势，劣势完事还去劣，还去往下路？那上路怎么回事？就孤儿成这个样子就？你挡着吧，挡个屁呀！挡还挡着吧？不行，确实是打不过他。不是说急了啊，那杰斯他如果没有人也行，你知道吧？你说他把一线塔吃完以后经济比我多，那我们怎么办？人家都他妈打到二塔来了也没个人，你说那下路一直帮来帮去也帮不过也打不过，就一直帮，点了多少个信号，上路的塔推完以后也不来人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也不知道要干嘛，还让我等着吧？等什么呀？你说的，还他妈从塔后走了？你干啥呢？不是，和谐是冷暖。上路如果一塔没了，就很难玩，你知道吧？人家打完峡谷先锋上来，咔把我塔一推，我怎么整？但这并不是我们被单杀的理由啊！我说实话，刚才我们确实是菜了，但也玩的憋气恶心，紧着打信号也不来，就往下路跑，就一直往下跑。
那杰斯还得来，你就别走就完了呗。你来这波是不是杀了？你这草丛路中路也没守住，下路高的赖克了，高的赖克了，我们来吧。乌鸦加个维恩还能高的赖克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一千。四百五。把下塔推了。哎，我 W 的技能能挡永霜不？三打一啊！这波你们要打不死他。就别玩了，四打一啊！啊，不是四打一，三打一，给我拿个红。杀维恩中路。啊？螳螂搁哪出来的？拉克斯，哎，不行，没小兵啊，这 EAQ 漂亮，拖一刀平 A 平 A EQ 二裂，哎，这空拉拖一刀，哎呦，这个空的好难受啊，哎，这潘森也空了，我天哪，这个风空了。风空的我确实有点难受，本来这乌鸦死了。哎，你别去了，这不给你掏回来了吗？小伙子，别去了，别去了，旁边有杰斯，一炮给你轰了。我刚才那不是说贴脸空风啊，我当时是想一 Q 连的，但我被他什么东西给控住了，然后我的 Q 就是直接就按鼠标方向飞走了，不是说贴脸空 Q， 明白吗？这条龙其实不应该打的，都这种情况跟人五 v 五打团，这就等于是找死。我们来纯属也是傻逼，来的是真二，这波来这干嘛？你说他不应该管他们，其实都这地方都不应该来。不行，这得认真玩啊，这得想好了到底能不能打。有的时候单带去，现在杰斯带应该带不够。
先把中路缓一下子，那有个匣子，别让高地掉了。走，下路担待。和谐不是答案，而是症结所在。算了，大龙也没法争，拉倒吧。反正那四个人都是傻子，拉倒吧。我们下路担待，拖他们一波。是五个人啊，五个人行。迫不得已之事，我无怨无悔。我说一句，你能说一万句？说吧。那杰斯中路一个人把高地推了。挂机，挂机！挂挂吧。哎呀，真是没办法呀！高地没拆掉，下一把吧。这游戏环境啊，真是垃圾。